在全球都拥有超高人气的舰队 Collection， 继网页游戏版 PS Vita 版之后，许多玩家期待已久的大型电玩新作已经正式拔毛起航喽。舰队 Collection 大型电玩版是基于 DMM 的网页游戏原作改编的版本，游戏继承了原作的世界观和角色，并以动态 3D 的方式重现这些可爱的舰娘。大型电玩框体有独特的操作轮和传速杆两项硬体操作，让你保持在有利的位置，透过主炮、副炮、雷击和航空攻击等指令来操作舰娘，与深海七舰来一场远比网页原作还要动态的即时战斗。原作中玩家熟悉的母港功能、建造、开发、入取等要素也被保留了下来，而原作邂逅新舰娘的到任流程也被改成当玩家结束战斗之后，再透过到任来取得新舰娘卡片。玩家们必须透过这些功能扩充牌组和装备，组成更强的舰队。另外，本作虽然不像网页游戏版一样收录多达200名以上的舰娘，但也会透过每个月的活动逐渐补齐舰娘的数量。目前舰队 Collection 大型电玩版已经在日本展开营运，各位提督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玩看看哦。